现在收看的是香港卫视。巴黎圣母院塔楼失火，有人认为这预示着一个时代不可救药的堕落。马云说996工作制是福报，奔驰女车主维权，讲道理没人理我，变泼妇，问题解决了，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我其实还不是去吵啊，你让我去干嘛？一定要就站在门口就大吵大闹。高的高管，然后呢他可能觉得自己生活没有意义，这家店是垃圾，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形象受损失，他们觉得这个金钱没什么了。在那个消息发来的时候，我当时脑子里面是空白的，我想我当时看到的巴黎圣母院那个圆顶是什么样的，然后一刹那之间好像我并没有办法回忆到那个，是不是只记得这个还在的石头那一部分？对，就觉得好像没有特别多的那种感受了。但是迅速我觉得烧了，就是那种突然一个信息，反正是一种很 shock 的感觉。但是接下来的话呢，我并没有一种特别难受的感觉，我是觉得大概是觉得我经历到很多，我们很多的这种建筑物，古老建筑物就是消失了，然后重新再 rebuild， 然后怎么样。其实我那一刹那觉得它就没了，我当时的经历的最后一个节点就定在它不会没有的，因为我记得它，而且我觉得那个建筑是非常辉煌的，它的文化永远不会被忘记的。然后我最最感动的是那些人在跟前唱那个颂歌，所以其实我看到那个视频之后，我知道它绝对不会没有的。我是这个事情对我震动很大，打击很大。为什么？因为什么呢？巴黎圣母院啊，其实不是那个建筑，是因为它当年这部小说，这个电影，我正好就是看这部电影长大的。所以我整个这个青少年时期、青春期的所有的想象。你想没有这个楼梯就怎么讲？跟这个电影有关。当时这个电影里边的这个美女，这个那个还有那个正好不是帅哥，哎，对，丑哥，Beauty and the Beast，特别好。对，那个卡西莫多，对，钟楼，然后还有那个神父，那个等等，对，它里边还有个太阳神，乞丐帮，就是这个电影啊，当时对我那个影响。小时候看的电影影响之大，可能是你脑海里这些角色都是活在钟楼里，对对，楼烧了这些都没了。所以其实那个真正现在存在那个巴黎圣母院吧，我并没有什么实质感觉，那就是一个建筑。但是就这些东西啊，构成我这个当年的回忆。所以今天一说到这个被烧了，我脑子里完全反映的就是那些，哎呦，这钟楼怎么样了？然后这个当年那些情况，这个。电影里演的当时的那些情况，所以呢，这个就是这个意义上震惊。我相信不光是我，就是说中国很多人对这个事情的关注都是因为这个小说和电影。对，就它变成了好像我们是这个整个成长过程中的这个生活的一部分。巴黎圣母院和中国很多历史性的建筑物是不一样的啊。中国我们都知道了，就是中国很多也是木做的，对，但是呢也会隔一个20年、30年。再重新建一次，但是呢，这个真的是持续了800年，是800多年，对，很不一样的。所以呢，对我来说难过就在那里，就是他已经是坚持了那么长时间了，然后就因为一时的不小心，就失去了那么大的一块历史。我觉得这个建筑它还有一个挺特别之处，就是它这个名字，它是这个圣母院啊。我觉得它和一般的我们说的一个宫殿呀、一个教堂啊，还有点不同。就是它给人一种暗示，好像就是它有一种特别慈善的，那种特别那种圣母嘛，就是这种感觉。这个就是天主教里面的文化哈。对。然后呢，就是我们可以说，是不是世界天主教的教徒的一个母亲？对。但实际上，它已经超出了，就是人们在说圣母院的时候。都已经超出他这个天主教的背景了。对，没错。很多人更多的想的就是一个慈善的一个
一个好像这样的一个救苦救难的那样的一个就是对这个名字也好，我对这个建筑也好，它有种另外一种神圣的意义在上面。然后它本身已经不是建筑，它实际上是某种意义象征。然后当这个象征被破坏的时候，其实是内在上面就有很大的一种冲突感。我感觉就是至少在中国呀，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建筑。不是我们现在一般想的一个古建筑保护，而且它跟就是中国有一些，比方说是皇宫啊，它不一样，不一样，啊，因为皇宫它本身是一个就是皇帝们居住的地方，但是对这个地方来讲，它实际上是某种文化或者宗教的这个象征意义，它对外有，对对，是公共的，是大家的一个东西，所以当一个大家的东西被破坏的时候，就会引发大家都会上对大家都会上心，这就为什么我说这部电影和小说，因为那个电影小说特别强调这个地方是一个穷人。受苦的人避难和躲避这个，特别是其中有一个人呢被冤枉了，他跑到那里边，对，然后是个就是跑到那里边，别人就不能捉拿他，他是一个给那些穷人啊，给那些受苦的人、乞丐这些人避难的地方。收容这些人的地方，保护这说得好，对呀，这个特别不一样。所以当时后来看到那个这篇小说，它本身诞生也是因为作者想要保护这个建筑，所以他才以这个建筑原型，然后往里面添加了很多的人物，希望引起关注。的确，他达到了这样一个。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就不只是法国人，也不只是天主教徒哈。全世界都对这个事情有很多很大的一个共情哈，就是大家都是震惊了，每个人都在自己的这些图库里面呢，如果跟这个圣母院有合影的话，绝对拿出来，现在说一声，哎，我当年看到他多怎么样怎么样，都会感慨。所以我们看就是全世界的范围内都有很大的一个强烈的一个反应哈。那么我觉得这个有可能一定的程度上是因为这个预示着更大的一个意义了。是不是有人就是拿这个说，哎，你看我们时代在变，我们现在在失去很大的一个依托，或者是说我们这个时代就是到了一个不可救药的一个坠落的一个阶段了，也有这个可能有点极端了，但是呢，你们会不会觉得有这种寓意在里面？像我自己一直觉得说，对于像巴黎圣母院这样，它有几百年的历史，然后我们人每个人到现在为止，他活到现在还能谈论巴黎圣母院这件事情的人，大概90岁以下吧，或者90岁左右吧，对不对 ？OK。所以将他的生命历程跟这一长时间相比的话，他一定觉得是一种，因为这个东西还跟我同在。他突然就没有了，他这种是很震惊的，所以他对那种历史的这个意义感是很强。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建筑本身它的确是美的，所以当一个美的东西被破坏，而且是在我们这个时代被破坏的，所以它这种就是我们作为每一个人跟这个东西同在的这个时代的人，是我们共罪的这种感受，它会很强烈。所以这种感觉在我们这个时代消灭了，然后在前面啊，没有，在前面还没有，人家800多年那么多年的历史都维护得很好，就这一刹那没了，这共罪感很强。这个吧，我也是想说，实际上呢，当然这个事情引起人们的很多是想象啊，我相信不是真的科学的一个什么研究结果，就是大家的联想，好像觉得是不是它有某种象征性，特别是它代表的这种天主教，广义的基督教。还有这个西方文明，大家就很多人想到这个问题，好像又按照有些迷信的想法啊，因为这个像中国古代就有很多迷信，就说一个文明啊，或者是一个朝代，要是到衰落什么的，就会有各种异象，就会各种奇奇古怪的事情发生。那么像他这样一个这么有代表性、象征性的这样一个圣母院，突然发生一场火，那么好像。人们就可以联想，说是不是代表着欧洲文明出了什么问题啊？西方这个基督教文明啊，好像人们就会联想。当然，我相信这个没有什么科学的根据。但是这个联想它有背景啊，但是前段时间凯旋门呐，法国的这些。动乱啊！对呀、啊，就法国现在是有个连接这个。对，现在有人真的是怀疑法国现在还行吗？是吧？有人在说。就是这个问题，这么多矛盾冲突，还有一个，咱们从技术上说，是不是也是疏于管理？而且大家都知道了，这刚失火这个时间刚，这个消息刚刚出来的时候，很多人也是心里有这个怀疑，说是不是恐怖袭击？对，是不是文明之间的冲突导致的？就人们会想这个，对，会想这个当然是被扫除了，这个就是一个失误，排除了。对，但是我们还有就是文明之间的还有一个点是，让我还是比较暖心，就是说这个各国的领导
对，至那个慰问店，对，然后呢，有很多的组织，很多的国家，对，都说愿意，捐，就是力所能及的捐款，帮忙来解决这个问题，来重建，这个也是不分宗教，宗教不分派别啊，种族、民族，对，所以这个还是好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这个这么一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重建。是可行的，我们对这栋楼的未来有希望，我们也可以对我们这个人类的未来还是有一点点的希望。至少主流的，就是我们说人类的主流的这个力量，还是在这点上还是就是保持了这种共性，这种共性，这种同理心。互联网行业大佬们纷纷支持996工作制，甚至称其为福报，因此在社会上引起各行业的批判与围攻。为何支持996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弹？996工作制是蜜糖还是毒药？欢迎继续收看。对于这个每天上12个小时哈，6天上班哈，只休1天呢，你们能不能接受？或者说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接受这个折磨啊？就是996的话，我当时听到这个讲法的时候，我有点吃惊，就说啊、哦，怎么现在才爆出来996这个事情？对呀、因为自从有科技公司就是这样的。对呀、其实是个文化，其实都是这样。996就是早上9点晚上9点啊、然后一周上6天，然后我就想哦，其实不是哎。其实我们是24小时全天候7天上班的，就是247，因为我觉得就谈996的时候，我脑海想到是247，因为我们的那个科技发展太厉害了，我的全身心都被我的工作在扰动。我们以前呢，像我以前上班的时候，我以前跟我老板讲说，我说我就要上5天的班，你下班就不要找我。那老板就觉得哦，下班不可以找你，你没有责任心。但我跟他讲，我上班先把事情都做好，但是我可以做到让老板找不到我啊。对，我电话，我那时候手机还没有嘛， 对吧？我手机关机，我接不到电话嘛。但现在不行啊，随时随地在线。我还前些年，我是透过去西藏旅行，因为没有信号嘛，所以大概10几天时间没有人找到我，对吧？现在不行了，去西藏哪里都有信号了，你知道吗？对。所以其实真的996事件对我来讲，我作为就双重身份吧，就是我作为一个打工者，我觉得真的是我是很讨厌这样的东西的。然后我作为如果是作为一个老板的话呢，其实也要去想想，就是你自己要不要生活，你也要生活。其实我们常常都忘记了我们的生活了，就是我们把全部生活都当成2个字工作。你要是问我，我是不是996？我说我根本没有这个概念，为什么呢？因为我从工作，我做这种研究工作，我不仅是996，我是1天24小时。对，我只要不是睡觉，不是在那就吃饭还要看东西，那我只要眼睛一睡觉了，一醒开，其实我就是工作状态，我随时都在做。就像这一类比较倾向于自由职业或者自由成分大的行业，那你有都是这样，你有觉得不公平吗？你有觉得是损害你的个人时间吗？我没有觉得，因为我如果这个工作是我自己选择的，我愿意做的，OK， 那我就是在这儿做，我根本也没有什么说是这个公不公平的问题。OK， 这是个项目制的活，就说这个活是你的活，你做什么时候做你自己选择，做好了、越好越好。你就想象一个作家或者一个艺术家，那是最极端的情况，他有什么996？没有这些概念，他不是给别人上班。对。那么另一个情况呢，是另一种，就是传统的这种打工，纯传统的工人，比如产业工人。对，车间。那他就是上班。就那么多。对。那我就这么长。但这有个前提，这个工作往往不是他真正，既不是他非常愿意干的，也不是他本人的事业，这是给别人在做，我只是打一份工。那么这种情况，那就应该严格的就是时间，因为咱们是个交换关系，说白了我出卖劳动力，你给我钱的问题。但是有没有发现呢，就是特别是在我们中国的一线城市哈，大城市大家走路节奏特别快，跑得真的特别快，你们觉得这个是大老板逼出来的，还是你们觉得这个是文化？应该说是整个一个文化的一个大的氛围，成功嘛，大家都急于成功嘛，啊，因为也不能否认中国的这个工作者还是挺忙的啊，而且他有很多事情哈，就是时间也很长哈，关键是急于成功，而且越是大城市呢，既有这个机会，同时呢也给营造了这种气氛，对，就是大家的成功的目标趋于一致，实际上大家就是说白了就是挣钱挣钱挣钱。
怎么这一个指标成功，大家为了这一个指标就是都在这忙，按这个方式来忙。嗯，但实际上人们呢，就算是大家都这么想，事实上最后按这种标准成功的永远是少数，它不可能是多数。对对对，你多付出不如你想得通，不如你能力强，是吧？问题是这样的成功最后带来什么呢？早衰，对不对？对。然后过劳死。对。然后呢，抑郁症，然后跳楼，然后工作有问题，然后说虽然说一个是很高的高管，然后呢他可能觉得自己生活没有意义，然后所有这些东西又折射在对家庭，因为家庭没有好的陪伴，所以子女教育出问题，社会一堆，所以你看现在离婚率为什么那么高？哦，其实这中间都有特别多的这个连接在这里面的。好像支持这个转变，支持后面的这个模式，也甚至说支持一直上班，也就是马云哈，就是这些大佬哈，他们这对，但是呢，这些他们对他们的员工有很大的一个要求，他们认为跟着他们还有很大的一个好处了，也可以理解很多人会跟着。那你们可不可以支持他们的说？我觉得我不支持他们，就是上下班这个制度啊，跟这个巴黎圣母院的这个着火还有关系。我们想象，如果巴黎圣母院如果这个维修的工人都是自己来选择上班时间，不按照规定的时间上班。那可能这个失火那个时候正好就会有人在那个地方上班，就能发现这个火，哎，苗头，那么可能就赶紧打电话救火或者采取措施。这个只能说可能吧，我说你低估了法国人对晚上的这个。据说是就是因为那个时候下班了，一个人没有，结果没有人报警。说不定这个有的人哎正好白天有事，晚上他想起晚上去。所以这个事情如果用马云的话来讲，是如果我在那里的话，绝对不可能失火，因为他在呢，因为他九九六，马云就是996啊。他要求他一直他甚至要247啊，对吧？他规定他不是让你选择上下班，他是规定你那时候必须上班。嗯哼，那我说的是如果可以自由选择，也会有人选择7点多钟工作。没事，老板在，员工不用吧？是不是？不回家，或者老板不下班也可以。其实所以我讲的这个意思就是什么呢？包工头在这件事情上，应该是不管是马云也好，还是包工头也好，他们应该永不下班。对，他们应该顶在那一线上，这样才可以体会得到说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去设立上下班时间。你看一个老板能说出这个话也不错。巴黎圣母院的包工头现在要关注一下，就是巴黎圣母院是维修工程的包工头，当时就应该在场，他有这责任。按闹分配的维权现象无处不见，西安奔驰女车主维权讲理没人理，最终以变泼妇的方式解决问题。穷人与富人，个体与权力，这其中的对抗永远存在不公。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请继续收看。欢迎回来。其实也不仅是996事件点亮了我们不同人群之间的一些反差哈，还有一个事情呢，就是最近大家看到了，就是购买奔驰的一个女研究生哈，她就是车有问题啊，维权无果，然后呢就是最后就是采取一些比较抢眼比较极端的方法，就可以变成一个舆论焦点，然后呢有很多人看的问题就自然就没有了哈。那么我们借用他的这个经典台词，你们觉得为什么他可以讲道理没人理我啊，变泼妇，问题解决了，怎么看这么一个社会的情况？我其实看了他整个的那个视频那一段哈，我觉得他真的是很讲道理的，他只是讲道理的这个地方不是在讲台前，也不是在办公桌或会谈桌前，他只不过是在那个奔驰的车顶上，就其实他只是场合不一样，他还是在讲道理啊。对，而且他讲的，而且他讲了非常有道理，而且讲得非常清晰。对，他只是讲法的地点不一样，可能在讲道理之前呢，他有一个烘托铺垫，就是让人家能够给到他一个讲道理的机会。那现在他说什么变泼妇问题解决了的部分，这个变泼妇的部分实际上是为他讲道理提供了一个空间，所以我认为他还是在讲道理啊。那另外一点就是说，其实他在整个就是大家讨论的是他坐在那个车顶盖上面哭啊，说什么就是这个环节认为是好像为他谋得了什么这个最后问题解决。我始终认为还是因这个社会还真的是，就至少是奔驰公司也好，或者是本地的管理单位还是在听的啊，他还是在听的。如果你遇到一件事情没有人听，不给你听的机会，你也没有办法
能够再次坐在奔驰车顶上去讲道理的时候，这件事情就不可能被解决。对，我担心的就是第二个人明天或者是什么时候了，遇到同样的问题，另外一款车，另外一家公司，他也坐在那边哭，没人看，因为不好意思，已经演过了这个戏，对吧？所以不应该是这么一个要求了，应该讲道理那部分就有用了。为什么我们社会都这样呢？我是觉得是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不是他本人的问题，实际说的是社会的问题。对，但是我觉得就他本人来说，其实这个事情我们现在说的时候，比如说女研究生 OK， 比如说泼妇这些词，我认为这些词其实呢，这都是这个我们传媒啊，这个在炒作过程中要牵上把这些词拎出来，那么就是扩大它的传播效果。对，实际上这个人是不是女性，是不是研究生，实际上和这个事本来应该没有实质关系，不应该有关系。对，还有至于泼妇这个概念呢，也不好确定。你现在问你说什么叫泼妇，确切的说怎么就不叫泼妇，也不好讲。所以我觉得泼妇和讲道理不对立。没错，不是说泼妇就不讲道理，对，讲道理就不能是泼妇。OK， 应该改一改吧，说走正常的这个程序没有用，或者说只有这个做法。严格的说，正常就这个它也是个程序，实际上就是说什么？因为我们现在实际上在这种现实中，很多这种事儿都是一哭二闹什么三上吊才能解决。对，就这是一个潜规则的程序，其实它也是程序的一部分，只不过没有条文写到那。于老师，你有没有经验？一哭二闹，我个人觉得，我当然是不会那么一哭二闹啊。但是像我这个像周边的朋友啊，其实类似这样事很多。比如不用这么大，他这个事情比较大啊，几十万，然后买这么豪车，像一般的，比如到一个餐厅里吃个饭，吃出一个什么有个什么问题，那就是这样，很简单一个小博弈，就是你要求换，那可能餐厅就不愿意，然后双方就是争吵。最后一直怎么弄呢？说来说去没用，最后那好了，一定要就站在门口就大吵大闹。为什么呢？用这个方式施压，这么一吵别人不敢来吃饭了，老板就担心了，哎呦，这样影响到我这个生意，那行，算了，怎么样啊，对，就解决了。实际上这里边呢，真正的就说明一个问题，在我们现在这个维权程序上，就我们说那个按照叫什么，这个按照正常程序那部分缺一个东西，就这个正常，所谓正常程序其实不正常，因为缺一个公众监督的环节啊。他这一闹等于就是人为造成一个有监督效果，还发现好使了。对，是没错，实际上也就是如此而已。那就是说我们真正这个事情不是取决于这个人怎么做，还是取决于整个我们这个环境啊。就是说那么不管是这公司还是我们那套维权的那套制度，这个维权制度应该安排一个公众的一个传播和监督，本来就应该有。像我有遇到过一些事情，就是很简单，就是他的车子出了问题，4S 店的车子出了问题，他维修的时候出问题的啊。那我有朋友在4S 店，他就说那个零配件没有被换过啊，他的维修人说他没换过他的维修件，他就说我的维修件就被换了。他就这件事情跟 4S 店闹了很久，然后也闹不出来，那最后倒霉的是谁呢？这个车主啊，因为我跟你耗不起啊，对，耗不起就那我自己人倒霉啊，就算了。那我自己后来在车子事情上遇到另外一件事情，我不是跟 4S 店，是跟我的一个维修的一个朋友，然后他可能有一次帮我维修呢，就把我有一根那个气管就直接把它给剪断了，然后用管套了。结果我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两次发生突然之间那个就是失速，失速就很可怕嘛。然后我就去到了 4S 店，然后 4S 店帮我检查说你这根管子有问题，然后说又帮我换了根管子。然后回头我去找我那个朋友，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你们怎么维修的？我其实还不是去吵啊，你知道我去干嘛？我跟老板讲，我说你要注意提醒你的员工哦，如果这样子的话会出很大的事情，那你们就出大事了。我是一个开车很小心的人啊，我没有出事，然后我来告诉你这个事情，因为我跟他是朋友关系，你让他怎么跟我讲？跟我没关系，这，然后他嗓门就大了，他老婆在旁边讲，他以为我去找他维权要钱。他老婆嗓门就大起来了，那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当时什么？我当时火腾就上来了。
我开始嗓门也有点大，后来我想算了，我就懒得跟你吵。你看，其实我还不是去维权。实际上你是给他避，要让他避免更大的那个。对。要不然他要真出了事出人命，他吃不了兜子。所以你可以看到出来，就是说，当你有道理的时候，你很想要跟人家讲明白的时候，他根本不听的，因为他会觉得说我在跟你对谈的时候，我利益会受到你损伤，所以他第一时间就把自己的那墙筑起来了。所以你看到这堵墙的时候，你怎么干？你就想要拿锤子把那个墙砸了。对，还有一个，我觉得对方也有一个心理的反应，看到你有道理，其实他看到的是你在攻击他。对，对吧？他自然就变得也是要攻击。有时候也像这个讨价还价一样，对，虚张声势，他想对对对做得很吓人，把你吓回去，把你震慑回去。就让我想起了那个动物界也是这样子，就是我生气的时候，把我身体变得很大，咆哮，然后那个毛都炸起来，然后实际上吓唬。对对对对，我发现很多这个，特别是美国啊，但是呢，真的是普遍西方的卖场，如果消费者对他的产品或者他的服务不满意，卖场真的会想方设法让他不要觉得不舒服。比如说呢，这个人他把这个买了一个什么吃的，吃完了把包装拿出来，他觉得他对这个体验不满意，退货还是给他钱。还是不会反抗的，因为呢，最怕的就是这个人第二天跟朋友说，你不要再去那家店了，或者是在那个社交媒体上面说这家店是垃圾，他们最怕的就是这个形象受损失，他们觉得这个金钱没什么了，还是解决这个问题。商誉很不一样的态度，我觉得。我是觉得一个比较成熟的或者一个真正的市场社会、市场经济下应该是这样。我们今天聊了很多不一样的话题啊，我们有这个996事件呢、我们有这个一个很标志性的一个这个心灵遗托，这么一个建筑物烧毁到一半哈，还有这么一个维权的事情，其实我们可以说有个共同点，就是不同人群之间，我们发现有一些对抗，有一些冲突，有一些可能甚至是时代变迁的这么一些痕迹。那你们怎么看这一些？我们觉得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就这个社会还是在往前吧，然后是，其实我一直觉得我们自己的人也是这样，社会是这样，它是不断的在失衡，然后在失衡的过程当中找一个平衡，然后一旦它有点平衡，它又开始要失衡，所以不断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所以对我来讲，996也好，或者是维权也好，其实它都跟那个巴黎圣母院的这个那个塔楼的这个失火其实有点点相似，就是我们其实都是很痛心的，就是不管发生就不好的事情都会痛心，但是一定都会觉得我们想要维护的是好的东西，这个力量才会让我们失衡和平衡这样。我们这个社会，我们不可阻止它在变迁的，但是这个时代就是变迁了，我们的每一天会是不一样的了。但是每个人都是想要有一些可以把握住的一些依托，让它不要就是在这个潮流中直接被吹走了。我们都希望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身份啊，自己的稳定的时间，自己的一个心灵的依托，这些我们都还是有这个需求。而且就是说，如果真有些人转型不成功，失败了。他要有一个避难所，要有一个给他承接他的兜底的，这就回到巴黎圣母院。我说我对巴黎圣母院最深的印象就是我在电影小说中看到，它是一个人文。经历无数风雨，但从未。